前交给卫福部的量，这个礼拜维持在2000万片嘛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市场端已经都一直下降，甚至于也降到800万片左右。刚刚呢，跟我们这些口罩的厂商开了会了以后，6月1号，我们依他过去所缴的量，以比例分配，这些厂商缴入产量800万片，就可以开放内销跟外销，让厂商去卡位国际市场。这一个14天9片，我们在价格上还是维持合理的五块，基本量我们都会控制住。熔喷布的话，在800万片产能之下，我们有稳价稳量。最重要，我们也是掌握品质上面要做好管控，因为这个品质要管控好，才不会把我们MIT 的品牌跟品质的形象受到伤害。昨天跟指挥中心谈，就是万一库存低于1亿片的库存水平，就是恢复到本来的800万片，提高到1200万片，厂商也愿意来配合。